啦，又到今集嘅又系我牛英啊！今日请嚟我哋有个靓女嘉宾啦，吓咁亦都系一位唔好睇佢娇滴滴啊，吓咁啊，可能伸一脚俾你就飞咗个对面马路啊！我哋请嚟前香港空手道运动员啦，李江慧小姐。Hello， 牛英你好。我应该点嗌你啦？多数佢哋嗌我江慧。江慧吓，咁嗌得江慧嘅都有少少。火嘅，都內斂啲嘅。Okay. 爸爸想改我呢個名字，都係想我剛強硬正，但係都不能夠冇咗智慧嘅，所以喺後邊點解會叫慧咯？邊樣多啲咧？邊樣多啲啊？你望落去似邊樣多啲啊 ？OK， 好啦，咁我要介紹下我哋面前我哋嘅前香港空手道運動員啦，亦都係代表香港去出賽嘅啦，係咪？打跆拳。係啦，咁打空手道啦。係，冇錯。OK， 好啦，咁你曾經係都首屆嘅全港江柔流大賽搏擊冠軍啦。係，冇錯。OK， 咁亦都喺第二屆嗰度喺套拳度亦都攞埋冠軍喎。係嘅。係啦，咁空手道對你嚟講，是你的前半生啦，是吧？其实到依家都有嘅，到依家都有嘅，又唔可以咁讲嘅。但系就佢系我一个契机，可以去学到唔同范畴嘅嘢咯。嗱，咁啊，大家听你把声咧，就已经可能开始有啲熟啦。因为点解咧？就响View TV 嗰边咧，你系除咗你现实都系一个空手道爱好者咧，咁响电视入边咧，你都系去扮演紧你响现实世界嘅角色。嗯，冇错冇错，系就系View TV 嘅《打天下二》啦，啱啱播完啦，咁我喺入边都系扮。港队嘅代表唔系扮啊，你真系港队。系嘅，饰演港队。不过有少少唔同，我港队嗰阵时候我系即系而家现实生活中我系套拳代表，但系喺剧入边我系搏击代表。搏击代表系啦，有啲唔同嘅。套拳同搏击嗱，因你要讲讲两者有咩分别啊？咁啊，啲人以为套拳系咪就咁揈揈揈就系咧？其实都唔系嘅，佢练习都系埋牙嘅系嘛？套拳就其实比较系演练空手道嘅基本多啲，其实有啲似流无常师姐啦，即系细一啦，我哋嘅细一，咁就变咗系演练一套唔同流派，佢哋有唔同基本嘅套拳，系啲基本组合而成一个套路嚟嘅。咁但系如果讲搏击咧，就真系两个人，哎嚟啦，开始就真系埋牙啦，埋牙就要攞分啦，系啦，冇错冇错冇错。Okay， 喂，嗱要讲讲啦，就话嗱空手道你玩咗几耐？玩咗我由09年开始玩嘅，而家都十几年。哇，咁啊十几年喎。咁但系中间断咗嘅疫情嘛。嗰阵时系咪俾阿爸阿妈逼嘅？其实唔系，爸爸以前系有玩过空手道嘅，咁我爸爸就真系好热爱武术啦。咁佢就变咗好似由细分途咁样啦。咁但系当然佢想女仔保护到自己，一来啦，咁二来都强身健体一下。咁就咁啱见到有空手道，咁就不如试下啦。咁就嗌咗我同手一齐去，咁、就机缘巧合练下练下就投入咗。即系其实你细佬。要都要讲讲你嘅弟弟啦，咁啊，即系当年2009年咧，你弟弟志刚光慧，哇呢两个名好似即系我哋做博龙咁样，志刚光慧过嚟吓，攞埋条藤条嚟咁样，喂好方便喎咁样，系啊，好压韵啊嘛。OK， 咁啊，两位都系空手道响当年先玩嘅，2009。系啊，即系因为我大我手六年啦，我就中二、中三嗰阵时玩啦，咁我细佬就小二、小三，系啊，咁佢就细个啲玩，咁我觉得细个啲玩有着数啲，个基础仲打得好喎，可能。我哋话系储经验可以储得多啲，因为如果譬如我嗰个年纪先玩咧，变咗就会出去打比赛啦。譬如我嗰阵时学咗两三年之后就入咗港队，咁然后嗰阵时我已经个岁数系即系已经准备打 U21 啦，即系已经嗰个年份变咗我储 Junior 比赛个经验冇得咁多，咁出到去世界赛或者系出到去其他地方，人点会睇你喂你边个嚟噶咁样，咁、会有少少影响嘅。咁两三年就代表港队去打，有勤力练习嘅，有勤力练习。系嘅，系嘅，都多谢啲教练提拔啫。咁都要讲讲啦，志刚而家系而家现役嘅空手道运动员啦，系冇错，全职添啦，全职全职。Okay， 喂，要讲讲啦，空手道有咩魅力吸引到你玩到而家？其实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平时咧日常生活中有啲唔开心嘅嘢，咁咧因为空手道好得意嘅，就系有道场文化啦。咁我哋着起件道袍，就好似换咗另一个角色咁，即系投入咗一个道场入边嘅时候，我将所有嘢好似放低晒。即系因为临开始练习之前咧，咁我哋会有啲鞠躬啊，有啲你当有啲仪式感嘅，即系会令到大家可以同大家讲合埋眼。
放低晒出面嘅所有嘢、去投入咗而家呢两个钟嘅练习，淨係对住大家，我每出一拳每出一脚淨係 focus 喺嗰样嘢啫，好简单。咁我喺嗰阵时就会觉得啊、平时现实当中哇你会諗好多嘢喎，人哋好多唔、同见到唔同人啦、有好多困难要处理咁样。但係入到道场嘅时候，当我一着起件袍换咗另一个身份嘅时候，我可以好投入，我唔需要理任何人，係投入咗自己嘅世界，我做好自己每一拳每一脚，自己付出咗几多汗水啦，唔会呃你嘅，即系你会自己出多一拳，你去到之后嘅练习嘅进步，诶、又未必一定进步嘅，有机会可能跌翻落嚟，咦，点解差咗嘅？咁就慢慢再调整，就会令到自己嗰个心态，即系冇话一定要做到100分，但系我每次嘅少少进步，都会令到自己啊，好似有啲小确幸，诶、做到、啊，或者想见到其他唔同啲先师者，哇，点解咁犀利嘅做到嗰一拳一脚，就会啊，好想试下挑战佢，诶、唔系挑战打佢、啊，系挑战试下，冇错，个技巧能唔能够去到进步？其实有啲似打机嘅，即系我觉得个状态似打机，似打机。但我唔打机嘅，但系似打机嗰个状态，好升咧，自己升咧咯，咁就变咗嗰种感觉，就好想自己慢慢再，诶、原来空手道每一下、每一拳、每一脚，大家唔同流派、唔同师傅、唔同教练、大家教出嚟，咦，有少少唔同，咁点解唔同咧？咁就喺入边再研究，原来咁样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咁就会有嗰个研究咁样。嗱，一个好，我都去啲道场啦、去观摩过你哋空手道练习啦，啊，有时我见到你哋啲。踢靶啊，或者出拳啊，打到啲声音唔同咧，都好大满足感。系嘅，系嘅，诶，犀利牛英，因为咧，点解咁讲咧？因为我譬如有阵时教小朋友啦，咁佢哋动作咧，可能一开始未必做得咁好，有时单系讲个回旋踢，喂，你崩上去啊，喂，摆明唔系咁踢噶啦，话明一声啊，咁一声系系啦，咁但系好得意嘅位就系将呢样嘢带翻回献翻俾个小朋友，我教小朋友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哦，师姐原来咁样教嘅时候，听个声，俾佢知道原来呢一下先系正确嘅动作，即系究竟我哋回旋踢个基本要求系点样？咁当然你想再快啲，力量再强啲，每个选手同每个人咧会自己调整嘅。咁但系我觉得每一样嘢嘅基本你一定要捉翻紧，即系唔好为咗去我想快啲、劲啲，但系你丧失咗本身空手道嘅基本，我自己会咁觉得。OK， 咁啊，江伟老师啦，咁啊，喂，其实嗱，我知道你而家就主力系教紧啲唔同嘅。喺啲不同嘅環境度係教一啲人玩空手道啦。係有一次咧，其實幾有趣嘅。咁我而家係叫做玩緊啲即係做緊啲項目統籌嘅嘢啦。咁、但係有一次咧就被邀請啦，就係、是、教香港嘅體育老師空手道。哦 okay、但係好大挑戰，點解咧？ Okay.因为呢我要整 PowerPoint 讲空手道。咁、你就要諗啦，喂你空手道道场你平时做俾你睇、你跟住做教你点样一拳一脚啊揸拳头嗰啲诶 easy 啦。咁但係哇你要理论式咁讲，但又唔可以瞒亲啲老师喎。咁我就啊几大挑战喎。咁嗰阵时就都几有趣嘅，即係上网口不停搵资料啊睇唔同嘢啊，就慢慢去将空手道我想带返俾而家冇玩过空手道嘅外行人。即係我想教识佢哋，哦，原来空手道系咁嘅一回事，唔系大家所谂嘅，系喂一嚟到是但一个一定要流血先走得，唔系咁样嘅，唔系咁样嘅。咁但系就想话翻俾佢哋听，咁嗰阵时我记得好似系奥运后嘅，咁、所以变咗咧有个热潮啦，系啦。咁但系佢哋就会有一个问题，就会话啊，其实点样睇空手道啊？即系我。哦，好想投入个赛事，但系我又唔系好识睇嗰样嘢，我应该点睇？咁嗰阵时我就当我每下即系话咗啲基本动作俾佢哋听，又教识咗佢哋空手道刚入来嘅初步第一套嘅套拳，诶，佢哋识，教识咗，希望佢哋将呢样嘢其实慢慢渗啲渗啲带翻俾其他人知道。哦，原来我想普及化呢样嘢，即系令到个个人都诶、其实系可以学空手道，冇话一定要哦男嘅好大只嘅高大嘅或者小朋友嘅天生灵活一字马咁样，唔系嘅，我觉得系每个人都可以去试呢样嘢。其实有时玩空手道呢样嘢系咪越高大？未必著數嘅。咁又唔係喎，我哋話每個人係有唔同嘅優點嘅，好得意嘅。高大你有機會係著數啲，但係又未必咁靈活高。打長距離啦。係，犀利犀利。咁所以變咗咧，
欸，但系你又唔好睇矮细好差喎。以前有个阿塞拜疆嘅世界冠军，即系男仔嚟嘅搏击，好劲，啲摔达好犀利。佢比较偏向矮少啲啦，咁但系对啲高大嘅未必会输。咁所以我哋成日话空手道唔系即系或者武术啦，格食格咁样啊嘛。咁所以个状态就系，我觉得每个人有唔同嘅优点。咁所以点解我自己想做教练个位置，就系我想睇到原来每个人有唔同嘅优点，佢点样去将发挥佢嘅优点出嚟，去可以将空手道或者未必空手道，佢自己去玩嘅运动系啦。武术点样可以将嗰样佢自己嘅优点带翻落去佢嘅技巧上咧？咁我觉得呢个系最有趣个位嚟嘅。每个人有唔同的。啊，我见有时你哋做老师啦，我用老师形容啦，吓都会教啲学员。喂，如果你就算矮细啲，你打都入佢个嗰个范围度，佢就濑嘢啦。即系就算对啲高大嘅。运动员系咪咁啊？如果我对即系嗱，如果即系我个身形啦，即系我165啦，偏叫做中高啲啲啦，即系正常身形系啦系啦。咁因为唔系好多空手道女仔好高，呢样系真嗱，外国还外国，香港还香港，唔系太多。变咗如果对啲高大嘅，我自己咧就会打到入佢，引佢攻击先，引佢攻击先，然后再截击佢。我系会咁样嘅，即系我会睇 timing， 因为搏击。始终都是看 timing 斗快啦，即是看斗快边个赢先，你讲咁多冇用的。你要快，你要精准中嗰个位先系㗎嘛。咁就会变咗，咁当然冇一样嘅 formula 对每一个人嘅。咁但系就我自己就会系引佢，然后自己佢入去咁样。啊，其实你爸爸改你个名字都冇错喎，系嘛？知你有慧根啊？唔系嘅，唔系嘅，慢慢我觉得系每次经历一啲嘢，令到自己个不论经验啦，系或者谂嘢个方式啦，或者好多嘢都会唔同，会成长嘅。我咁样讲啱唔啱咧？其实你一路我见所有嘅叫做演绎啦，都会同空手道。有关系嘅，其实你一路学，即系最初啦，2009年吓、到而家，其实所学好多道理都系由玩空手道嚟嘅。哦，系啊，系啊，呢样因为其实空手道属于我嚟讲系一个可以 explore 唔同位或者唔同范畴嘅一个好大嘅契机嚟嘅。即系我如果唔系玩空手道，都未必喺打天下度见到我，即系我都唔会无啦啦，因为我自己从来一开始都冇谂过拍戏嘅，咁。唔係有呢個位置我自己去識嗰樣嘢，咁就唔會有呢個機會。又或者頭先我提及到我教啲體育老師，咁我唔係識空手道，又未必會令到我可以去發展試呢個機會。咁空手道對於我嚟講，其實係除咗個運動啦、武術啦、練自己嘅心態啦，都係一個好多一個渠道可以令到我去試唔同嘅嘢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唔好太死板地就係、是、空手道就空手道。空手道可以融入好多嘢嘅、即係融入生活上啊或者係其他方面上啊咁樣。OK， 俾我感覺就似一個機會去引導。係啊係啊係啊，啱啊啱啊，去引導你未來個發展囉，係咪？係嘅係嘅係嘅，或者認識你自己啦。哦，都係喎，即係調返轉頭去返內在嘅時候就會不停反思自己，即係我覺得每樣嘢都一定可以再做得更好嘅，咁但系当一刻，其实你已经尽咗你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嗰件事嘅时候， okay. 我唯有就令到自己唔好后悔，即系我唔想每一次嘅嘢，我去到之后就啊，如果系咁就系好啦，如果系点就好啦，我唔想咁样，咁就变咗不停练，其实系自己 mentally 上嘅嘢咯，系。嗱，咁啊，头先嗰十零分钟咧，大家都感受到我哋阿江慧老师咧，非常之 positive 啊，同埋真系一个所有嘅都咩问题都可以谂点解决嘅。O、okay, K， 喂，咁啊，嗱，都要由你把口讲讲啦。好啊。空手道即系我哋呢啲门外汉真系唔识啦。O K， 咁啊，喂，有好多流派噶，系嘛 ？O K， 你玩嗰个叫江油流，系冇错。咁啊，我哋而家要做下准备功夫啦，上去维基嗰度望一望。原来江油呢一个流派咧，系佢真系可以将。即系佢系有一个玩呢个运动嘅一个道理嘅，要等你讲讲先啦。喺我角度上咧，其实即系空手道四大流派啦，江油流系其中一个主要流派啦。咁、变咗其实系既刚且柔，即系我哋话冇话一定好强硬式咁去做啲动作嘅。咁、但系喺我哋学习嘅上面咧，其实系既刚且柔，同埋因为头先所讲唔同流派，佢有讲擅长长距离、短距离。咁我哋就系话空手道江油流就系可以好硬净，但亦都系可以好柔咁带走你嘅攻击嘅。咁就变咗有咁样咯。咁当然其他流派会大家擅长嘢唔同啦。咁、有啲咧就会比较着重系力量型嘅。咁、但系我哋江油流 ，even 你睇啲套拳都见到嘅、即系就会见到变咗我哋有啲好硬净嘅动作，但系都要适当。
當嘅時候變翻好柔去帶走你嘅攻擊咁樣。呢、這個派別我用派別咁講啱唔啱啊 ？OK， 係咪女仔玩會好合適咧？哦，其實係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就譬如頭先所講。剛啦，又剛又柔啦。咁、我覺得女仔，即係譬如我自己咁啦，咁自己其實都想練硬淨少少嘅，即係其實係練強身健體又好，自己保護自己又好。我覺得呢樣嘢對於自己個身體上一定會健康咗嘅，呢、個一定健康啦。咁另外一樣嘢就喺協調方面，其實都幾有趣，因為譬如有陣時我教啲女仔啦，即係我都教有女仔嘅。咁女仔嘅時候有陣時可能啲協調能力未必咁好，又或者即係講緊啲腳啊，可能趌起，因為我以前細個都有呢啲問題。咁但係去到之後嘅時候，其實自己慢慢去糾正翻自己啲動作咧，你好少嘅嘢咧，令到你譬如日常生活中嘅時候，你都可以變咗唔同嘅。即係我哋話行路咁，行路，我哋話個重心點樣行，會有啲人好容易跌低，有人好失平衡。但其實我哋講緊個下肢，即係講緊下半身，即係講緊啲動作重心啊、丹田啊、用力啊嗰啲咁樣，令到女仔其實咧，即係唔好以為唔關女仔事。我覺得呢啲係個個都關事。你每行一步，即係究竟個動作啊、姿勢啊，其實係好影響到你哋行出。嚟个姿势望出嚟咁嘅中正，我哋成日话空手道咁嘅中正个人个重心。咁当女仔贪靓噶嘛，咁你寒背啊，又掀起个肚，又外翻啲腰骨，你挺直翻呢个人都争好远啦。同埋空手道，我哋着件袍。我哋出汗呢即变咗我哋成日话想瘦身㗎嘛。咁都系一种嚟嘅。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慢慢你去体会空手道除咗你个体态上会好咗啦。咁、你个姿势上好咗啦。咁令到你自己个身体好咗之后呢你表达出嚟散发出嚟嗰个能量我哋成日话。咁就会都唔同咗嘅。个能量就而家喺我哋呢间咁细嘅房呢就你已经嘣好澎湃啦。okay， 喂咁啊。頭先聽你講啦，其實你玩咗兩三年，咁你又講咗自己好勤力啦，咁可以去入到港隊啦。但係譬如一般女仔啦，又唔係點做運動啦，即係由開始接觸空手道、，OK， 去到掌握到同埋感受到個好處，要玩幾耐到嗱，我覺得冇一定嘅，即係我不能夠講話一定個年資啦。首先第一樣嘢睇下你究竟你個 target 想做乜、你個 target 如果你係想我要瘦身，我要靚，我要 keep 住做運動嘅，咁、我覺得隨時都得，即係你 keep 住做咋嘛、你夠勤力一定得嘅。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你真係想贏，你想玩比賽形式嘅，咁咪要更加勤力。咁、但係我回返返啦，咁正常市民嚟講玩空手道呢，其實我覺得 keep 住你一個禮拜一兩次呢、你keep 住有做運動，同埋你大家喺個道場嗰、即係大家個交流上，其實就已經我覺得好足夠。即係我諗你一兩年嘅話，其實對於你嚟講已經係一個，可能已經綠帶啡帶嘅咯喎。咁、其實係你個心態上點樣去諗咯？因為其實同小朋友一樣，女仔又一樣。其实香港个个都一样，睇你个心态，你本身个 target， 你 aim 系想做乜嘢？当你喺嗰个 target， 你知道自己想点啦，咁你之后继续练落去嘅时候，就会个心态有啲唔同嘅。因为我哋喺道场嘅时候，譬如有啲系复婚嘅小朋友或者女仔，我想嚟学下，想每个礼拜做一两次运动啫，系啦。咁但系个教练上又要调整个心态教佢咯。咁好啦，当有啲运动员好似我哋呢啲咁，话我想练得再劲啲，再劲啲，咁你就要自己加操啦，就唔系净系单靠喺道场上师傅。教你嘅嘢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系想玩空手道去试嘅，唔好怕试第一步先，即系我觉得你首先你唔好惧怕咗佢，觉得佢一个武术，一嚟就唉死啦，我贪靓噶，爆晒光咁。唔会嘅，唔会嘅。我哋系点到即止，头系保护性强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呢个寸止空手道咧，咁变咗打出嚟嘅时候收手点到即止、令到大家会一个安全性地去玩空手道，都争好远嘅。睇另一个方面去接触空手道，其实你想练即系打埋去啊，真系打到入肉嘅空手道咧，冇问题嘅。你练习咧我哋喺道场上都会打靶啊，入多少少具嘅应该系啦，系啦，系啦。咁保护性强少少啫。咁同埋因为如果对我句啦，如果你想目标想玩多啲嘅，咁你咪自己再练多啲咯，即系玩唔同方面嘅空手道。即系我话俾你听，我 control 到几多 power，我打呢 100% 又得。50% 又得 ，10% 又得，咁咪即系嚟犀利啦！你慢慢调整，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嗰个收放自如好重要，对于我自己嚟讲都系。OK，
哇，其实练到收放自如已经系开始慢慢高手啦。系真系最难系收放自如。OK， 系啊。嗱，喂，咁啊，如果我哋旁边嘅听众啦，都好有，尤其是女仔啦，都有兴趣想叫做涉猎下啦。系点揾到你哋先？嗱，我自己跟嘅师傅啦，就系九龙空手道光游会嘅。咁我师傅咧就系即系自己平时有开道场啦，即系去练习啦咁样嘅。咁但系多数日子都系五六日嘅，其实因为都方便即系唔同人啦。因为讲真，大家都要揾食，即系都要食。食饭咁样，即系要翻工，咁通常都系夜晚嘅，咁就变咗大家练完，哎，好攰，食餐饭，其实哎都开心嘅咁样咯。咁当然啦，我师傅系呢个会啫，咁但系大家如果上网睇到，即系自己想有兴趣去了解嘅会，大家都可以上网望下，空手道就好多噶啦，好多唔同流派。亦都而家个安全性系数好高嘅。其实安全性真系好高，因为我哋练嘅时候，讲真，你知道人对人嘅时候，你始终要。收手呢个一个好重要嘅嘢，即系唔系真系打到要流晒血先去完成要 end game 咁样嘅。咁当然比赛另外一回事啦。咁但系我哋其实，譬如你打套拳练习，你都会适当地调整咗嗰个力度同埋个技巧嘅话咧，咁就变咗个安全性好高。啲拳套、脚 pad 又有护甲，又有牙胶，有小朋友又有头盔，所以其实基本上个保护性好高。哦，都会用埋牙胶嘅。会嘅，会嘅，会嘅。成系啦，成年人就会牙胶啦。咁年青嘅一批咧，就我哋有阵时又话。叫鹰眼啊，即系有个尖嘴嘅，又或者系一个头盔嘅，咁就唔同嘅护具保护翻啲小朋友，等佢哋可以喺安全嘅情况下都了解到同细微到呢一个运动咁样。OK， 咁我哋旁边听众如果有兴趣嘅咧，都可以去联络一下我哋阿光维老师啦，咁啊可以攞多啲资料啦，好唔好？好啊，咁啊多谢阿李光维上嚟同我哋分享，多谢邀请空手道嘅趣味啦，好唔好？好，多谢。